与此同时呢，人民日报呢亦都发表一篇文章，叫做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要去俄罗斯，就是解释为什么习近平金冒天下之 大不韪都要去撑一个战犯。那他这篇文章呢就提出三个观点，中国外交行动难道要看别人面色，那他解释了为什么不需要看人面色。那实际上等于说中共不顾国际观瞻，不顾这个对中国人民那个形象的影响，一于要去撑这个俄罗斯。那这个呢就是说明了中共那种非理性 的表现。这篇文章提出中俄正常交往何须遮遮掩掩，咁呢句说话呢就等于呢即係佢解释咗好多所谓或者两国交往光明正大点解要遮遮掩掩。实际上呢就係非正式承认自己支持俄罗斯侵略。亦都间接承认对俄罗斯采取咗军事援助嘅一啲做法。咁然之后第三个观点佢话中国高举和平其次，何错之有？咁你所谓高举和平其次，何错之有？咁你明明系继续支持侵略一方嘛？何来见得你系高举和平其次呢？系嘛？咁佢呢篇文章咁讲，佢话此要中俄肩并肩站在一起，国际秩序就乱不了，世界公理就倒不了。霸权主义就长不了。他认为他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就是维持国际秩序，维持世界公理，打击霸权主义。他不是很明显就是彻头彻尾对俄罗斯 的支持毫不掩饰。所以今次习近平去访问俄罗斯呢，我们绝对不会对他抱有任何期望。是吧，即是他出发之前已经发表这些，他自己本人 发表一篇文章，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发表文章合理化他今次的这个行动。那他可以为这个即是这个乌克兰战局带来一些什么和平 的期望呢？绝对没有。你看他的所谓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十二点方案，第一没有提侵略，第二没有要求撤军，只是要求 在这个现在战争 的现状底下停火同埋谈判。咁喺军队喺俄罗斯侵略军队未撤退之前嚟停火同埋和谈，就等于要乌克兰割让咗嗰啲俾俄罗斯侵占嘅领土，係咪咁样嘅所谓和平方案肯定係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同埋乌克兰嘅接受。所以呢，即今次这个习近平呢罔顾中国人民的利益呢，公然 去支持一个被国际社会被国际法庭判为通缉的战犯，是会 对中国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我觉得这次去访问之后，整个中国的国运从此堪忧。为什么这么说呢？习近平当年邓小平当年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走这个亲美路线，他就是说
佢睇到，從歷史上睇到，同美國友好嘅國家都係發達嘅，同美國唔友好嘅國家都係貧窮嘅。佢睇到呢一點，所以佢先至鋭意改革開放啊。而中國嘅改革開放，實際上就係向美國，即係呢個示好，向美國投懷送抱。而事實上咧，開放改革呢40年嚟咧，中國嘅經濟係得到好大嘅改善，人民生活得到好大嘅改善，呢樣嘢大家都睇得到。咁所以就證明鄧小平當年嘅觀察係啱咯，對美國友好嘅國家都能夠發展經濟，對美國唔友好嘅國家經濟都發展唔上去，就呢個係現實嚟啊嘛。咁你而家習近平要反其道而行之，就係要同美國即係鬧矛盾，咁所以中國嘅國運咧從此會大變啊！而今次咁樣去一趟莫斯科，就係明確無疑地向全世界表明，中國係準備同全世界發達嘅國家為敵。咁呢樣嘢就絕對係中國人民嘅不幸。另外咧，就係戰爭嘅可能性會隨住今次嘅訪問咧係增加。呢次絕對唔係和平之旅。而家咧已經美國嘅情報已經掌握咗好多具體嘅證據，證明中共係向俄羅斯提供一啲即係軍事裝備包括呢個無人機、炸藥啊。烏克蘭喺境內咧係擊落一個無人機，喺個無人機身上咧仲搜到好多炸藥，即係話俄羅斯用嘅無人機係嚟自中國，炸藥亦都來自中國，咁呢啲係鐵證啦。跟住咧又有大批嘅即係呢個槍械咧，係以獵槍為名咧，係輸送到去俄羅斯。呢啲全部都係已經係鐵證如山啦。咁西方曾經警告過，如果中國向俄羅斯提供呢個武器嘅時候咧，就絕對唔可以接受。咁嘅時候咧，又絕對唔可以接受咧。實際上咧，就我哋可以理解為咧，就係會係開戰啦。啊，你如果繼續向呢個俄國即係提供呢啲嘢嘅時候咧，就對中國個制裁咧係會更加嚴厲。咁我哋香港咧就好可能咧就遭受池魚之殃啦，因為而家我睇到咧就係，假如萬一美國要加強對中國嘅制裁，一個最有效嘅辦法就係迫使咧港元同美元脱歐。如果嗰個聯繫匯率係受到因為習近平嘅訪俄受到進一步制裁而迫使美國採取呢個步驟嘅時候咧，咁香港就完全冇運行啦。香港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支柱之一就係港元同美元嗰個聯繫匯率，一旦呢個聯繫匯率係脱歐嘅時候咧，香港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咧，亦都從此咧就不復存在啦。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惡果嚟嘅，都係習近平訪問嘅一啲惡果。但係咧，好可惜，即係喺今時今日習近平獨攬大權嘅情況底下，呢啲好明顯睇得到嘅惡果咧，
在中共體制入邊咧，都冇法子係獲得即係呢個緩舒解，都變咗我哋只能夠睇住個惡果咧，係越演越烈，直到最後咧全民族受災為止。